我叫陈炳，陈是太极拳的第12代传人，练习太极拳已经有40多年了。 太极拳呢，是明末清初，产生的一个新的拳种。它是将太极的阴阳哲学思想、修心养性、强身健体，融入到武术动作里面的一套新的拳法。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，人的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在精神上，还是在身体上，都需要一个放松。 那么太极拳，它动作比较柔和，它非常强调人身体的放松和心气的调和，所以这也非常符合现代整个社会的需求。太极拳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流行，是习练人数最多的武术拳种之一了。